嗨、hey, ，老板，老板娘你好，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哇，现在在做什么？做切大白菜。切大白菜，做泡菜吗？对，泡菜。等一下还要炒麻辣锅哦。哦，麻辣锅我最喜欢的，赞赞赞！哇，这个白菜跟平常看起来的不一样呢。是使用这个黄金大白菜哦。哇，黄金大白菜，哇，难怪你们的泡菜特别好吃。很清脆，哇，然后菜夹又硬又厚。哦，难怪。吃起来口感超赞。哇，原来这就是好吃的秘诀在这边哦。哇，东西实在就好吃。对对对对。香精没有添加一些化学的东西，对，全部都是纯天然的累积出来的这个香味。我来尝一口啊，纯手工。对对对。啊，那大嫂用蒜头去切的，我想是称之为感动的麻辣火锅，真本真料。对，是真的看到那个切洋葱啊，切蒜头，真的是会感动到。那我们这边也有今天做的这个韩式泡菜，可以试试看，好，看看。哦，好脆，有脆，对，脆，真的很脆，而且这个酸是非常甜蜜的酸，温顺啊，对，温顺。